Hi. Hello. Hi. We're just looking around. Uh-huh. 哇，这些好，全都是手工的耶。所以其实这种东西每一个都是不一样的吧？峰哥要来跳舞吗？噔噔噔，你看。跟另外一个东西。这样吧，要不要你选一个你觉得像我的，我选一个我觉得像你的。 选好了吗？为什么这个会像我？不像吗？他长得比我好看，好吗？<笑>好吧。我跳好了。好，我也跳好了。一二三就拿。好。一二三。哎呀。哇，好重。好了，就这个。 跟你一样是厨师，这个屁股那么翘，这个50年后的你，这哪有跟我像？我这样吗？50年后了，不是现在的。50年后我也不要染这个头发，好吗？好。Okay, can we experience how to make our own puppet? Of course. Okay. 哎呀，你好像晚上就是这样的，晚上呢人都变硬的，然后所有的木偶就会起来。 就起来，慢慢在他们身上挖挖洞，然后放那种线，所以他们在太阳下山之前一定会跑。所以我们太阳下山之前赶快跑吧，走。哎呀，做的像 Rambo， 喂。敢死队的吗？<笑>我们看一下。 真的很不像，好吗？你做好了吗？做好了。我让美术组帮我做好了，没什么天分在这方面。像你 MV 里面的吗？橘红色月亮照满城勉强不上纯白的。 不行，哪里不行啊？不行，这太……哪里不行啊？